们都听得懂，他就是不说。嗯，可以赶快帮他调一调，赶快喂他吃吧。看他一直哭，喂，怎么回事啊，小妈妈？他在幸福，他觉得这样舒服。对。他有些害怕呀，我是吓你。啊，还好我刚刚弄到我的脚，大家冲冲。搞破坏啊？对啊，他碰到了。搞破坏、啊，爸爸，不要再欺负我了啦，爸爸。嗯，你要什么？你说给我。你要说话，你说 给我。你要说要。要不要？你说要，要什么？挖土机。你们这是敷衍。啊，不要弄你了。哦。咱们去看外面。走吧，我们去看一下外面吧。我们去外面玩滑梯好不好？玩滑滑梯。好的，走吧。车车放哪？车车放这里。我们去玩滑梯。回家。这边是小学了吧？好，待会儿再出来玩几题。看教室，等一下再出来玩。等一下我们去看一下你的教室。两刀。等一下，我看一下教室。洗手间。啊，等一下，再下来。这里是。有，都有空调。都有空调。还有 EAD。商店呢？有车，有车，有车。小朋友少啊，太难了，一直太晚了，这交通贵，学费还是一直太少不起。好，那行啊。对，能参观厨房吗？确定不是预制菜吗？预制菜也要加热，也要需要厨房去那个加工一下。袖子给他捋一下，妈妈把你袖子弄一下好吗？不吃蔬菜，然后去自己学了种菜，然后煮菜、做菜这些，然后就自己吃了一大碗的蔬菜。嗯。让他当小朋友自己有那种体验的过程，让他感觉到，哎，我自己也很厉害，我自己。自己做的菜啊，对吧？对，最好吃。做好一件事情，让自己很有满足感。嗯。我们去食堂看一下，球球，球球，哎咻！他摔跤前他都知道自己要摔跤，然后就做好姿势准备。过来吧。
错。啊，爸爸，可以啦。哎呀，芊芊。食堂进口不是可以进吗？不可以进。前人后进，应该是我找的时候反不下手的。哦。那其实应该。对啊，因为高中的时候要上晚自习。不要，等到上高中的时候再住宿舍。而且晚自习我觉得他可以回家，为什么要住宿舍？学你哎哎哎，这个会不会？哎，会啊，那你来吧，你表演一下。要不怕你坐不住。来，左手抓好，用力。他握不住，他那个手太小了。用力，握不住。哦，抓好。哦，抓到心。宝宝说对不起。对啊。那、哎、你把。哦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真的是。这个头，这么好。哦，这么头晕了，对不对？头晕了，对不对？来，爸爸先。爸爸先。哦，滑。裤子太长了，你看。我给换到台湾文化走廊。其实这个学校不是很大，因为它的学生也不是很多，虽然说从幼儿园可以上到高中，但其实学生的生源是固定，就那么些。就是你从幼儿园比方说是多少人，你可能上高中的时候还是那么多人，所以不会很多。校园的话也不是特别大，它有宿舍楼，这个就幼儿园。幼儿园的话是这一栋楼，然后两层三层，班级的话其实也就一个班两个班。我所说的那个班级呢，就是说分一班、二班、三班这种，但这里只有一个班，或者是两个班。上完作业的话就两个班。玩累了。油菜花。然后这边应该就有小学、初中、高中这种。快去啊！在哪里嘛？前面。喜欢去看游泳。等等等，我到这里，再见。幼儿园。去外面玩。滑梯好多哟，跑走了，跑走了，跑走了！你说爸爸等等我，叫你等等他呢。游泳馆。这游泳馆是要付费的吧？那肯定的。开门。五个。啊，对。用完再用，让我想一下啊。我们没有，我们就看一下，看看。有一个建议。两个宝宝。是生活地方。二楼。走。记得点赞关注哦。